清北江呢，其实整个维修系统的源头呢，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我们清北江过桥行动，德格、丹巴还有新都桥，包括我师傅就是在施工前我在参加工作之前，他们都到新都桥运营站。他们从清北江到新都桥，要两天，如果路上条件不是很好的话，三天或者四天都有可能。而我们现在从清北江到九龙的话，一天时间是绝对半钟头到一小时。 开个一个月的油嘛，差不多了。哎，这地方怎么的呢？这台以前就碰到这全身已经。有个太凶壳那种动作哈，细板，这类，没得问题。现在不管它，如果不控制的话，你还会出现肺心病。就我们到九龙来之后呢，一共在这边呢，我们给它带了三项那个全新的，是首次开展技术。一个呢就是，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肺功能检测。 肺功能检测主要针对一些满足肺的病人或者支气管狭窄的病人，他起到一个确诊和鉴别的一个这种检查手段。它是那个满足肺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哎，芝麻你来了，来坐嘛，芝麻，看下气色还可以的嘛。娃娃也站着哈，坐。嘿，你也晓得笑啊。 前头前段时间接诊了一个那个孕产妇，就是确诊芝麻，当时俺都有心电监护嘛，然后血氧饱和度就从先抑制都在90以上，早是我们查房的时候，一会儿那一会儿她昏的时候已经掉到只有60几，甚至我们就在观察把氧气轻轻拔下以后再继续往下降。当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确实也是有点慌了，因为我们平时也没咋接触，遇到过这种病，对于我们妇产科医生来说的话，就快点喊了王老师来，就是喊他回北京。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源头就给我打电话说，妇产科有个病人就是好像精神有点异常，就是想发疯那种。那么这个病人的话，从临床的角度来说，高度要怀疑他有肺栓塞，大部分的病人会在30分钟之内，如果不处理的话，就会出现死亡。 也是很揪心，真的就觉得病人就这么实实在在就在躺在你面前，你手足无措的时候，我们幸好我们有我们的望乡军老师在。对，在九龙县这个地方的话，对肺栓塞的诊断，他没得一个直接的一个就是诊断的一个检查手段。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觉得风险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因为这个病人和他家庭特殊情况，如果我们不下这个诊断。 或者是把它推出医院，推到成都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死亡。为了，以治疗病人还是放在第一位，风险的话，应该说的话，不是放在首要考虑的问题。啊，吸气，好，出气，好，要得。我上次接到就是你这边的嘛，左边。 周边那个地方，现在还可以，没啥子。听到起都正常了。你现在基本上有半年了。不过，明天就刚到四个月。哦，到基本上的话，四个月到如果到半年的时候，没啥子，基本上就痊愈了，就没得啥子了。王医生，不好意思，感谢了。哎呦，谢谢，这是你自己主动。嗯，自己主动，感谢感谢你了。哦，不是你说，就那天就已经没在了。你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真的。 我都觉得很感谢，感谢你，感谢你。好，不是你，张姐，我才感谢你。不是你，我那天就已经没在这个世界上了。然后这个是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心肌梗塞降低之后，它会引起脑缺血，它就会出现意识障碍。它的死亡率在肿瘤和心肌梗死之后，实际上是排在第三位。 比如说，我们那个病人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把他诊断出来，没有及时的给他治疗的话，那么他死亡的风险实际上是很大的。幸好有王老师在他的帮助和我们大家的共同协作下来，把这个患者治好了。下次我们再遇到这种情况，也可能也就不会那么手足无措了，就晓得该第一做啥子，第二做啥，大开自己脑壳，也有个思维了。 在内地呢，就是生活条件呢、物质方面呢，各方面都更好。但是为啥子选择了藏区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虽然说，各方面的条件，基础。
相对北京来说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能够给我更大的空间，能够给我更广阔的平台，让我把我自己所学所长能够施展出来。哎，大兄弟，哎，你好，你好。哎呀，等到第二天见到去休息了嘛，就说到你那儿来耍哈儿。哎呦，嗨，看到不？耶！你看嘛，花田是我的强项嘛，是不？拉手术都是你的强项噻。是。你看，这个样子。来，我试一下。哎，你看，你看，可以了吧？可以了吧？这个还可以吧？这个好个呢，刚刚好是你看。对。包括你会包包子不？我们那儿的包子会，但是这边当家的包子我还不大会啊。你到时候教我。就是嘛，到时候你来教我哈。那我们包点菜先回去，今天先暂时休息，先弄个饭吃了的好嘞，要得。包子回去。好。家老汉儿的主治医生，后头就每次有啥事就我就要找王医生给他打个电话。他尤其是成都来的，我相信他。但我说老汉儿身体不好，他给他打个电话，他要上来看，他人好得很。他自己找车上来，那个时候真的，我家老汉儿身体不好，他要上来看。老汉儿，哎，怎么说这个？跟我前两个月没在了，那个以前王医生，他得了个重病。住院了，一直都住院了。王医生照顾，对王医生很相信。我家老汉对王医生相信的很，真的。他成都去了，就要给我打电话，看老汉身体好不好，有啥子他要给我打电话问好坏。老汉怎么样了？就他说，自从上次老汉没在，他也上来看了，真的。知心嘛，那个是我们两个感情好的很，真的。因为大家其实真的能够换位思考的话，都是相当，都生过病嘛。比如说我也是医生，但是我也生过病，相当于我也当过病人。然后我们家头也生病了，比如像我们娃娃感冒啊，或者把我们老婆生病，都有那个机会。所以其实真正你把这个想开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多重身份嘛。我同时是既是医生，同时也会在某些时候转化成病人。都不好意思，好多号回去的？我是15号，15号。我之前在下乡嘛，下乡的时候，然后就我们。妈就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老汉儿在住院生病，然后其实之前今年都住了3次院了。说这个时候，说老实话，就是之前呢，因为他们就觉得我在这边上班嘛，又不好跟我说的，因为比较远。然后那天都住了3次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当时就打电话回去问嘛，他就说是冠心病。我当时听到了还是多那个，因为我们爸也67岁了。其实67了，其实说起来年龄还是我们家爸才58岁。是，我晓得，你说。哦，现在加班是？哦，哎，我儿媳还可以嘛？忙不忙嘛？我的鼻子啊。家头呢？家头老孩儿呢？老孩儿身体是怎么样嘛？哎，都还好。都还好啊，就这个样子。哦，我给你看个那个，你看，看个东西哈。你看那个啥子？这个鞋垫子，我们一个病人，上次那个一个送娃儿的，他肺栓塞的，然后给他躺一会儿嘛，他现在都恢复得好得多了，他就给我拿了双鞋垫子。你还是可以噻，啊。好，哦，不聊了哈，我这儿有个急诊病人。我们做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很平凡的事情，但是我在这儿做的事情呢，就是通过我自己，工作能够让一个家庭能够重新幸福圆满，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最大的成就。我们第4批援藏干部人才到岗之后，牢记使命，不等不靠，
积极投身对口帮扶和脱贫攻坚，全面完成了2017年各项帮扶任务。援藏不仅让我磨练了意志，提升了能力，开阔了视野，更让我收获了九龙县群众干部的深情厚谊，为九龙的教育发展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带着创新创业的斗志和理念，在蒙藏区发展新路径，为九龙县在泉州提前脱贫、率先奔康做出我们贡献。你先观察一下第二小题它有什么特点，再根据这道题的特点确定用什么办法来做。好，请同学们看一下这两位总同学做的结果。这位老师是来自宜宾的支教老师黄先贵老师，他在宜宾有20多年的从教经验，我们学校一直都有老教师带新教师的传统，现在他是我的师父，我是他的徒弟。1996年师范毕业，踏上三尺讲台，转眼间已经有20多年了。我觉得学校有很多东西在深深地吸引着我。去年得知有一次援藏的机会，我认为我20多年的沉淀，应该可以为当地的孩子教育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于是我从1000多公里外的宜宾来到了新蒙县挑战自己。师傅，你们班这次班期考试考得挺好的，比我们班好多了。其实啊，我们班乃至整个年级这次班级考试的成绩都不是很满意，我还在思考除了我们学校的教育，我们家庭教育应该也有一些关系。我说要不然我们就利用这次放月假的机会和我一起去家访一下，了解一下孩子们的情况。这个上次遇到一个家访的问题是吧，然后我说了2句的话以后呢，就是结束了这个访问。然后你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办呢？他们父亲有一种抵制的态度，所以说呢，我觉得吧，像这种事情你要给家长提什么意见和建议，首先一定要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你沙拉姆，这位是你好，我是日上那么的数学老师黄老师，啊，今天我来家访，你这是在干什么呢？现在到了，但是早年这几些也给你们打的，但是打的点都行。你妈妈说的啥？就是不让我看电视，把电视收起。啊，老师，我要爹两年，我做两年我要的。你两年前都把他也给你了，你去年在儿子等这的中学路，但是后面毕业也去了。第二年在去了也给杨梅酒，等到杨梅酒路子。第二年在个也是江浙在去了，我在我们多少个杨梅酒去了，两个三次过来，第一个谢谢，谁谢谢，人家人多少杨梅酒管了，这里。其实你不让人沙拉姆看电视。这种做法我们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呢我也理解。其实你们家长和我们老师是一样的，都希望孩子能够成绩好，学习能够进步和提高。但是呢，也许你们不是很了解，他们在学校也和你们工作打工差不多，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他不让我看电视，我很生气的。但是，想起来他是为了我嘛。上次放假的时候，我和那个姐姐一起，还有一些朋友，我们一起去打工去。就是为这个打工，就是为了让那个姐姐去巴塘读书，挣生活费。我这打了几天就觉得很辛苦，但是爸爸妈妈就天天都在打工。所以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很辛苦。所以我学习，我想报答他们，但是报答他们的最好方法，我觉得把
我自己学习成绩每天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那个考试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也不太相信自己的成绩考那么差，觉得自己生自己的气。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比如说像这次的班级考试，我就知道他的数学成绩呢考得不是很满意，他的心里边也不好受。那么这就说明了他在乎自己的学习，也许他回来看一下电视之类的，也是适当放松一下，调节一下自己。我说个人都在看着我的地，我在来看着我的在一里大爹的说地在那那电视关给做那么这一个那么大爹的地做一个等到一里大哈工给地马里苏地等到这关给。那么你们作为家长呢，我觉得你们也应该第一相信自己的孩子，同时比如说当他考得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安慰他一下，他也想把学习整好，就是学习这东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慢慢的来，相信他。他们在学校学习也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回到家里边其实我觉得适当看一下电视放松一下，比如说听一下歌之类的还是可以的。当然了，如果你真的对他不放心，我建议你们，你们可以来一个协定。你也相信你的几个孩子，他们长大了一定能有出息的，一定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我要给给人卡住人，你是卡住。你有什么收获，或者是有什么感受啊？我觉得怎样说呢？虽然学生的成绩不好，很差劲，但是我觉得他至少学习态度他是明确了的。我就觉得家访吧，你全面地了解了学生，其实他们抛开课堂上，在其他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这样子就会导致我们老师会了解这个学生，从而喜欢这个学生，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喜欢一句话，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那么只有我们从心底里去喜欢这个学生，爱这个学生呢，亲其师信其道，只有学生喜欢你了，他才愿意听你的话。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家访。知道今天我们去哪儿吗？不知道。今天去这个同学家，上次他生病了，你还送过他呢，送过他到家里边来。那个女的是吧？哎，对。哎，对，择日错模。哎，你好。哎，你好。上次有一次嘛，我们搞活动的时候，然后这娃呢，因为他晕倒了不是？晕倒完了以后，反正我也挺害怕的。谢谢。就这种的情况，然后他全身没力气，眼睛也闭到起的，然后我就把他送到医院。我咋知道？就是那一次我生病了，看过妈妈掉眼泪，其他时候都没看过。不管他去打工啊、种草，多么辛苦、多么冷那种，都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说过，也没有跟我们抱怨过的走。你的妈妈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你看她一个人带着你们两个孩子，要去挖虫草啊、打工啊之类的，也挺辛苦的。但是我能够感觉她是非常乐观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你就多向你的妈妈学习。其实错母啊，根据在学校黄老师对你的观察，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学习压力比较大，要求太高了，有没这种情况？有，就是晚期考试完了之后，在晚上的寝室里头，凌晨就是一两点过才睡得着觉，然后早上又做的那种起来，然后就想那件事考得好不好那些。这仅仅是一次半期考试，他就这么大的压力，如果继续下去，明年中考的时候，肯定要影响他的发挥。而呢，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乐观的人，他比如说利用放月假回来之类的，就你和他多交流一下怎么样减压，向你学习你是怎么样乐观的、坚强的、勇敢的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比如说给他举一些例子啊，这个如何样来减小自己的压力。他们对子女都是非常关心的，
都希望子女的学习成绩能好。虽然一个班的学生，一个学生对我们老师来讲就是几十分之一，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讲，他就是他的全部。虽然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对优生还是后进生每个层次的学生，我们都要关心和关爱他们，这样子的话让他们都有一个进步和成长。哎，我发现你这村子有点大呀，啊！你们村子里面现在你们村子里面有大学生吗？没有吧，好像。就是有个读中专的。有个读中专的，就是最相对来说读的学校是最好的，就是个中专。那么我相信你应该能够成为我们村子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呀？有啊。黄老师也想跟你说，虽然你是我们新农中学的第一，是我们新农县的第一，但是比如说像我们整个甘孜州，不止新农县啊，还有别的县，所以呢你不能只局限于哎我已经是新农县的第一了，哎我还行，不是这样的，你必须有更高的更远的理想和目标。我们今天也走了一天了，肯定累了，不过呢你觉得有点啥收获呢？我觉得优秀的父母来说，他们影响着优秀的孩子，这样他们能让自己的孩子品学兼优，而一个优秀的孩子他能反射出他们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像一面镜子一样。我觉得像一个再伟大再优秀的父母来说，他所教育的也就那两三个孩子，所以但是我们老师一天一年这样面对来的就太多太多太多的学生了，所以我怕自己有点教不好的，这样每天都担心。说真的，我觉得你这样子想是否为你感到高兴，说明啊这两年你成长得比较快，感受到了我们老师肩上的责任呢。黄老师，谢谢您这么鼓励我们，您说的这些道理让我看清了学习的方向。说实话，以前你还没有教我们班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学这个数学，但是自从你教我们班的那一刻开始，我真的对数学产生了一点点兴趣。我希望一年后我能考入鲁地高中，我不管怎样我会非常努力，也希望在你教我们期间我们好好合作。我建议你在上课时候不要笑，让我跟着你的节奏走。伟哥，实在太谢谢你了，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在班上念这个信哦。支教一年多了，相比思乡之苦获得的成就感更多。我来自黎明市兰溪区，是一名疾控工作者。到藏区以后，我将结合自己的所学专业，为藏区同胞的健康保驾护航。一年多来，我踏遍了新农18个乡镇、22个卫生院，带领我们新农医疗工作组走村串户，跟农牧民送医送药，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宜宾帮扶新农的全体干部人才，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我们党的19大精神。进一步的聚焦聚力投入攻坚，紧紧围绕我们两不愁、三保障和四不好的目标，贡献我们的宜宾智慧和宜宾力量。